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芝，欢迎观赏我的视频。今天是5月15号，然后整个疫情开始升温了。台北市呢，现在就空空荡荡的，因为柯市长说，请大家尽量留在家里，不要出门。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口罩，然后尽量不要跟朋友相聚。唉，可是我现在家里没有存粮，然后准备出来到超级市场买一些东西了。OK。今天马路上呢，行人跟车辆都很明显的少了很多，整个城市都有一股紧张的气氛。双北市已经提升到第三警戒了，大家都出来买一些物资回去放着，以防万一封城的话，至少在家不会饿肚子。现在进入各个公共场所的话，都要实名制，要签名、留电话，万一有什么事的话，就是会马上有人通知你。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了，大家保重，拜拜了。